他们从不说韩国光用我们没有的贸易优惠就可以打败我们，他们却说我去对岸打拼的朋友是出卖国家。在别的国家我明明是社会的支柱，为什么在自己国家我什么都不是？我没有做错什么，谁制造仇恨谁才是坏人。我会去投票，投给我坚信的价值与国家。